起跳收掉往前，宫崎纯美被动救球，谢佩珊上网扑左边被挡回，洪恩慈上网扑右边成功拿分，继美组合只能无奈露出苦笑。这是2024年澳门赛首轮，谢红组合对阵，有着前世界第一的继美组合，让这场比赛的质量拉高了一个层次。但谢红组合依旧打出超强压迫感，战术配合的十分到位，抓机会能力非常突出，让这场比赛的胜利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而谢佩珊强大的进攻气势与王麒麟实在太像，一旦创造出进攻机会，所打出的重杀非常难以招架，甚至可以说是台湾女版的王麒麟。洪恩慈手上的变化更是让人意想不到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就是这个味道，与王麒麟的霸王杀非常相似。虽然谢佩珊只有169的身高，但在进攻端非常的强势，杀伤力非常的足，对手都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完全没有办法，继美组合连续被动，而谢红组合左右开弓，最后让他们俩露出苦笑，这打得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谢红组合的配合实在是太好，能够创造出良好的机会，并且能够更加放大机会，在下半局反超并且拉开比分差距，就完全不是偶然。洪恩慈的进攻同样非常犀利，辅导游记接球直接推出底线，谢红组合成功带着优势进入到第二局。而到了第二局后，谢红组合的手感配合更加默契自然，让优势变得更加明显。
同恩慈的机会创造得非常好，谢佩山直接走向后场准备进攻，没有意外一击得分，这非常有李阳王麒麟的进攻模式，而谢佩山的进攻也同样非常具有杀伤力。三号场地即将进行女子双打32强赛事，林子君、邓淳斌、中华台北对邱锦善、董秋彤、中华台北。From Taiwan, service judge Yao Xiaoli from Macau, China.连续进攻攻其纯美，目标明确，直到其发生失误，快慢节奏的变化非常到位。在比赛的最后阶段，谢红组合逐渐将比分差距拉开，获胜的机会来了。洪恩慈的失误让季梅组合守住两个长点，但没有关系，分差依旧明显。最后谢红组合选择保守打法，进行防守推挡拉吊过度，在洪恩慈极限的边线球中，宫崎纯美被迫反手起高球，谢佩山的机会就来了，劈杀直线打中路，漂亮的拿到最后一分。这场比赛完全没有意外，充分的打出了属于高水平组合的能力。